我想吃烤肉。哎呀，不要啦，烤肉很麻烦。可是中秋节不就要吃烤肉吗？我同学都有吃哎。哎呀，那烤肉还要准备木炭，然后烧起来整个都是烟，哦，不要啦。芭比，拜托啦。啊，不好，我去问你妈好了。耶！哎，老婆，你小女儿一直吵着说要烤肉啦。啊，烤肉。我们现在就来烤。Heaven is day， 我是晨晨，我是晨晨，我是九燕。我们今天用气炸锅来做料理。好。气炸锅全炸鸡块而已，能做什么料理？可以啦，可以好不好？可以，让你做给我看啊。好啊，现在就做给你看。好，好，开始做。来啊！好，那我们今天用转盘来决定你今天要做的料理。好，我先转。好，你先来吧，开始。哦，汤圆，汤圆，刚好是厂长喜欢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好，换姐姐。是金针菇，你刚好喜欢金针菇哎。再换妈咪 ，Go。哦，猪肉，感觉这个我很有信心哦。嗯，应该会好吃。对 ，OK， 好换我。哎，你不用转啦，剩鱼肉而已啊。好，啊，那就鱼肉。我今天要做的是奶油柚子金针菇，用飞利浦气炸锅做料理，简单、快速又健康，大人小孩都可以轻松操作哦。我今天要做的是气炸三层肉。平常在家里煮菜，都会搞得厨房都是油烟味，传统烤肉烟也是蛮大的，而且没有办法去除食物的油腻感。飞利浦气炸锅有双海星底盘，独家的少烟减油技术，让料理更健康，吃得更安心。那我也来做一道。小鱼排，飞利浦气炸锅啊，它有 Re-Air 气旋技术，七倍急速热穿透气旋，让食物可以更均匀的受热，保住食物的原汁，免预热、免解冻、免翻面，超方便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用猜拳来决定试试的顺序，好不好？好，最赢的先吃。没问题。OK， 好，剪刀石头布，耶，我赢了。好，剩我们三个啦。OK， 剪刀石头布，耶。好吧，那妈咪第二个，那我们换你。好，剪刀石头布，哦，欸，我赢了。没关系啊，刚好我的是甜点。欸，对，有道理哦。好 ，OK。我要做的是大汤圆冰淇淋。飞利浦气炸锅啊，不只可以拿来煮肉啊、煮菜，还可以做甜点哦。而且操作非常的方便，温度时间都可以精准的掌控，方便让你做出各种料理的变化哦。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！啊，都要吃烤肉，吃烤肉，吃烤肉，吃烤肉。好，我们四道料理都已经完成了。今天我们使用最后这一台飞利浦的气炸锅，它现在有玫瑰金的外形，非常好看又有质感。不只跟陈妈很常用啊，像陈跟彤这种小朋友，在家里也可以很轻松的就做出料理。啊，先吃姐姐的，我来试试。因为现在中秋节要到了啦，其实除了在家里烤肉，也可以使用气炸锅来做料理。
吃起来酸酸甜甜的，有肉香，金针菇呢又保持它的湿润度，蛮适合单开胃菜的。那我们中秋节也可能吃很多东西，这个就很适合。也蛮解腻的，其实蛮解腻的。再来第二道要是什么？妈妈的。啊，是妈妈的。妈妈刚讲好吃。就是三三吧。我要先吃。变快。这个超。这个雪香是炸过之后好酥哦、喔。虽然很罪恶，但是应该很好吃。这三三棒吃起来也是酸酸甜甜的，但是有那烤肉酱的味道。嗯，这跟烤肉没两样。现在已经把油沥的大半出来，你看这边，吃起来已经没有什么油了。上面皮，所以中秋节的时候不一定要用烤肉的、啊，气炸锅也可以做出烤肉的味道。好、啊，接下来吃这一道又香鱼排。哦，这个鱼非常柔嫩的。我觉得这个应该也超好吃。嗯，因为鱼肉本身就非常软嫩了、啊，带一点这个甜椒的甜味，这提鲜了、啊。蛮清爽的，所以说气炸锅简单也可以做出这么厉害的料理，好不好？其实我们刚才在做的过程其实非常简单。那么前面三道主菜吃完呢，接下来就进入甜点，好不好？耶！龙龙的汤圆冰淇淋，好好吃哦，很特别，因为它汤圆 QQ 脆脆的，然后因为冰淇淋本身是一个非常甜的东西，但它加了这个柚子跟柚子酱之后啊，那搭配起来就不会那么甜，酸甜酸甜。就是酸甜酸甜的感觉，汤圆加冰淇淋真的很搭，很搭很搭。好了，我们试吃完毕，我觉得我们今天气炸锅料理成功，四道都很好吃哎，对，非常好吃。对啊，所以这边蛮推荐大家可以在家里使用飞利浦气炸锅来做料理，非常简单又美味，重点是超健康，真的超健康，你看这里有，对、啊。全部都是沥出来的，好可怕、啊。对、啊，那这一台气炸锅要在哪里买最划算呢？台湾，没错，在 Costco 买是最划算的，好不好？没错，那就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！像我们这气炸锅清洗也蛮方便的，你只要泡在温水里面三到五分钟，然后再用海绵或软毛刷擦洗就可以了。我们做料理的时候都会喷到这个蚊香，那我们就是把抹布沾湿，然后顺着它擦几下。讲就可以了。